翻译的朋友大家好，那我是郭伟强，我是查理。那因为是在工作上的理由，我是不能出席到这个7月29号的交流。那非常谢谢你们能够邀请到我出席，那传给我另外一个朋友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杰名叫蔡宇。在门东村为我杰森，另外一个叫做他，也是和第一位的朋友一样了，因为时间上和工作上的安排，所以我并非能抽空出席这次的会议，请大家多多包涵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中年，他们每次都叫我阿年，也是很遗憾今次的这个大会我不能够出席。什么理由？都跟你们一样啊，在公司工作跟时间上的安排方面都不能够抽出时间啦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也很荣幸能够把青团员的这个团体介绍到给一位新的朋友，就是这位仁兄，他叫李家豪，在右边，在左边。而这位呢，就是慧心。所以这次的大会呢，我们就由我们的居民代表来出席今晚的大会。所以有什么想要交代的话，都可以把东西交代给我们这位居民仁兄。那非常谢谢青团运给我们这次机会出席这个交流会。那非常呢抱歉，因为我们大多数的青团运的在附近的。有呢，是因为在工作上的理由呢，不能够出席。非常谢谢大家，谢谢。